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ladies. 在结婚之前，通常都不太会做那么多家事，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。但结婚之后，可以照着自己的速率，在家里当一个家庭主妇也很喜欢。可以慢慢的弄，轻松的弄，每一天照着自己的体力、速率来去做家事。其实就算不做，另一半也不会有太多的意见，他很接纳我本来的样子。可是有人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，不代表不能够做得更好。今天想特别的来分享爱之语。爱之语是对方很习惯接受爱的方式。通常男生的爱之语会是肯定的言语。我跟 Ethan 会一个礼拜有固定一次，我会用 LINE 的讯息传肯定他的言语给他，告诉他这个礼拜他为我做了哪些事情是我很看重的，这个举动非常的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也分享给正在看影片的你。这样子的话，彼此就不容易把彼此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的。最近做完家事的时候，用这个红心芭乐磨砂膏洗个手，就觉得很 refreshing。有时候中午太热，也会用它来洗个澡。我打开以前花好多钱买保养品，现在要省钱了，可是就很容易买到便宜好用的保养品。这一罐我超推荐，从脸擦全身都好用。做完家事，用一个气泡水加绿茶，停下来休息一下。今天要做饭团，但跟妈妈在哪里？在亲子馆。在教书的时候，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强项，一看就知道神一定会使用那个强项，或者是看到一个孩子他有一些很深的弱点，我就会祷告神可以保护他以后可能会遇到的打击。所以今天想跟妈妈们分享，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只是在旁边放空陪他，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自己孩子的优缺点，并且我们是父母，我们很有祷告的权柄，我们可以祷告求神保护这个孩子，使用这个孩子的优点，当我们孩子最棒的啦啦队跟观察者。这个我们旧家就有放，这个搬到每个地方都可以重新的去布置它的位置。那这边我是放 Play-Doh， 所有的刷具、文具组、纸胶带，这里面是放一些我们做美术会需要用到的材料，还有印章类的印泥，这边是各种的胶，毛利绒胶、白胶等等。然后这里面是放麦克笔，各种不同 size 的胶带、麻绳、色铅笔，还有蜡笔。它就是很方便，你买不同大小的篮子，然后扣在你想要扣的地方。
还有各式各样的贴纸、便条纸，一些小东西放在这个里面。也是可以用洞洞板放在这上面，不过洞洞板的单价比较高。3M 的挂钩挂在墙壁上，它的位置就在母蛋的工作桌的上面，所以它就可以随时让我来取用，然后给它来当做它做美术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。那我刻意挂高，是因为不想让它自己拿得到，然后也放在餐桌的旁边，因为我常常会要在餐桌教工学团，或者是我自己教母蛋，甚至是我自己要做一些美术的时候。就会需要顺手拿取墙上的东西，用完再放回去，比较不会堆的桌上全部都是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会比较清爽，也比较好收纳。今天去一趟光南，几乎买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。来介绍一下，什么东西我刚买的土，这个土是通用的土。这个花盆里面是要放迷迭香跟紫苏。那因为我还要买一个薄荷，但因为薄荷它很容易有长虫，所以我没有想要跟迷迭香跟紫苏放在一起，薄荷另外处理。然后还有一些纸，因为我下礼拜的共学团要继续教颜色，然后教颜色里面我想要做一个复合媒材的大瓜牛，所以准备了2种不同硬度的纸要给学生创作，还准备了一些媒材，一些彩色的亮片。小胖胖 balls，胖胖吗？毛根，对，妈妈买胖胖 balls 要给姐姐上课用。没有妈妈要给你2个。那这个青粘土是给母蛋玩，因为她喜欢蓝色。我帮你打开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我做教具要用的魔鬼针。来，我们来打开了。我们都在水里面游泳。种一棵树在这里，然后这边给它一点石头，然后其他的动物在后面，恐龙也来玩，来，请坐。推，push，它会变大了。都来了，我坐在这里耶。那出来走走吗？要不我闻闻看？这个是迷迭香，用手指头磨一磨，然后闻闻看，什么味道？是草的味道。草的味道，香香的味道。搓一搓，搓一搓叶子，用手指头搓搓叶子。那进去吧，一起进去吧。妈妈还要扫地。水里面游泳啊！好嘞，我们要画6只 octopus，six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跟妈妈住的帐篷，好棒哦，很轻耶。我好喜欢部落哦，快来给阿特伯斯亲亲。看我的，看我的阿特伯斯的头毛，不要不好。哇，哥哥真的好棒哦！来，他给你，好棒哦，好好玩的，去去去啊！好开心的、啊。那一天有打扫，有去亲子馆，有去公园。我知道会很累，所以晚餐只有准备了简单的咖喱调理包，还有气炸节瓜。下面那个是家乐福买的海鲜煎饼，迷你版的，便宜又好吃，下次有机会来介绍。要教牡丹一首歌叫 Thre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， 所以就用空的面纸盒做了一张床，上面做了一个小枕头小被子，然后用毛根想要做一点动物。毛根做动物跟植物其实都很方便，网络上有很多的教学都可以去搜寻。做动物的身体基本款就是用铅笔卷一个身体，然后这一颗头是空心的头，就可以多做一节，然后把它卷到身体里面去，把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变成一个小猴子的手跟脚，然后再剪一段差不多等长的，然后再塞进去刚刚的那个线圈里面，小猴子就有手跟脚了。然后再做一颗实心的头，就像有点像卷蚊香那样子，有一节留一节是要塞到身体里面去，这个就是实心的头，可以直接用麦克笔画眼睛鼻子嘴巴在脸上。可爱的小猴子全部在床上跳跳跳。不知道其他的妈妈有没有遇见这样子的问题，
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母蛋知道妹妹再过一个月左右会要生了，她就常常在半夜的时候突然起床，叫我起来帮她削苹果，叫我起来陪她玩车子，或是叫我起来做一些以前不会叫我做的事情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只能常常跟 Ethan 一起跟她说，妹妹出来以后爸爸妈妈还是会一样爱你哦。如果你有什么好方法的话，请你也在留言区分享给我，让我可以知道怎么跟他相处。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